今天真欢喜，伫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所有来参加今天的一礼拜。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来做礼拜。人的存在是一个真无奈、苦痛的事实。人的存在是非常无奈的事情。咱伫咧希望每一个人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我们盼望每个人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但是咱迄个幸福，一直得不到。但是我们一直得不到幸福。咱伫咧希望家庭是真温暖，但是真侪人一生上大的苦楚是伫家庭的内面。我们很盼望有温暖的家庭，但是我们最痛苦。在这世间七十亿的人口，咱直直咧找一个人，是我会当心所爱。但是一旦甲你结婚了后，迄、那个婚姻的生活是真苦楚。我们在七十亿的人口，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我们最喜欢。但是当你结婚的人，他不会让你非常的痛苦。因为咱人常常存在伫一个分离的状态。因为我们常存在一个分离的状态。咱甲上帝、甲生命做不做分离？我们跟上帝造主。知道咱的生命的存在意义，意义失落去。知道我们的生命意义失去了。咱跟周边的世界常常关系真紧张。我们跟周围的人常常紧，非常的紧张。上帝将这个周边的真多元素带给你，就是要给你幸福。结果咱跟伊的关系真歹。常常把那个周边的因素带给我们，是要我们幸福，但是结果。甚至咱家己甲家己嘛充满自我的冲突，甚至我们跟自己相处也相处得很不好。因为，这个原因在于一个真要紧的人，常常甲上帝生命做主隔离，隔出来伫生命外口去。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与神隔离。上帝将一个生命给你，将真多要给你幸福快乐因素带来给你，但是你把这个生命做主甲隔离。神把最重要的因素生命赐给你，但是你把最重要的因素隔离掉。你把上帝隔掉，但是上帝也搁在咧呼召你。你把神隔离，但是神的爱一直不彰显。上帝不断在咧呼召，宝贝仔囝，转来，我听你。神不止不彰显，宝贝儿子，我疼你。人伫迄个苦痛冲突的中间，常常带伫罪恶。常常带在自我伤害嘛，伤害别人的状态。我们常在痛苦还是自我伤害的当中，我们都。圣经讲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圣经说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圣经讲罪的结果就是人常常活在迄个幸福的内面，所以你会快乐会幸福。圣经说我们常常活在刑罚里面，所以不幸福也不快乐。这上帝替咱备办一另外一条新的活路。在这里，神为我们预备一条新的活路。人既然家己行未出来，找未到迄个幸福。人既然找不到那个幸福，而且哪挣扎，你也哪痛苦。你越挣扎就越痛苦。你甲你身边的人常常要甲瞧好，哪瞧好，我讲问题哪多。你如果一直要瞧身边的人，你会越发现越瞧身边问题越多。而且上帝替你备办另外一条路，神为你预备了另外一条路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伊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是神的独生子。伊伫世界未做成以前，这个上帝的独生子，他上帝就已经存在伫遐。在世界未造以前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存在。上帝让伊道成肉身，踮伫人的中间。神让他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然后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伊真侪受罪的羊羔。然后，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受祭的羊羔。伊替你死。他替我们死。伊替你担起你人生所有的苦痛甲罪恶。他替我们担当人生所有的苦痛罪恶。你应该受的刑罚，伊替你担起啦。你受的刑罚，他为你担。所以，世界就伫遮出现。所以十字架就在这里显现。你我咱的罪，主耶稣基督替咱担起了。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。上帝刑罚罪，上帝刑罚罪。但是迄个罪，主耶稣替咱承担。但是那个罪，主耶稣为我们承担。耶稣对所有的人讲。耶稣对所有人的说。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既然都过过当当的。烦恼被重担的，拢来就问我，都来接近我。我要让你得安息。我要让你得安息。
因为咱伫咱真这么操劳、这么困乏的人生，一直咧找袂到安乐。我们在痛苦的人生，一直找不到安息。耶稣讲：“伫我内面，你要找到真实的安息。”耶稣说：“在我里面有安息。”伫迄个安乐，毋是无代志。在安息不是没事情。安乐是只要对是真侪风险的中间，但是你的心平静。安息是在风浪当中，你的心还是非常平静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安尼讲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讲说，什么是信心？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。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。对看未见的事会当真肯定。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你独家那个信用的陈述，认为你信吗？对，刚刚信仰的陈述，你相信吗？你信讲你的罪，耶稣基督替你担的嘛？你信你的罪，耶稣基督会为你担当吗？你信你的人生真正把你的性命定睛到上帝结连了后，你的性命有无同款的发展？你相信？你相信你的生命跟上帝结合以后，你会有不同的生命吗？人生有真多，也都有真多的冲突，真多无法度好处理的问题。你若会当在耶稣基督内面安歇落来、放落来、放开，你的人生的平静就给你相信嘛。你人生会有很多冲突，但是你只要找到神，在神里面安息，你的问题就解决。信用一个真水的是，在你也够真冲突不安的人生的中间，对耶稣的脚步，耶稣会给你慢慢的带经过一遍。在人生的风浪当中，你只要跟着耶稣的脚步，耶稣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无论伫你的婚姻、伫你的家庭、伫你教育行事的过程的中间，伫你家己的自我的中间，耶稣会一步一步带你行。无论在你的婚姻、你的人生当中，耶稣都会一步一步带领你走。亲像拄只诗班所念的歌。就像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，咱的目睭看，伫咧看迄个未来看袂见的情景。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。因为迄个需要信心。因为那需要信心。但是你逐日甲上帝叫着。但是你每天紧抓住神。每一个人你的情景无同款。每个人的情境不同。你祈祷上帝了，主耶稣一步一步带你行。你拉住神，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你走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过活到活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父，就是生命。”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搁要活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仍然活着。活着来信我的人一定会死。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死。因为你信嘛。你信这一切吗？人有一日，生命到一个终局，会死，面对死亡。人有一天总是要面对死亡。死亡让台湾人真惊。死亡让台湾人非常害怕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会看见另外一条新的活路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有新的活路。耶稣基督死了。耶稣基督死了。耶稣基督让罪人定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让罪人定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背起替我那个罪替咱死了。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。但是在死的里面无结束。但是在死里面没有结束。在死的里面，你打破死。他打破死亡。在死里面，你有死无惊呀？在死里面，他让死亡没有惊恐。因为后边有一个复活。因为后面有复活。在迄个复活，让人有新的盼望。这个复活让人有新的生命。迄个复活是安怎样出现？复活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上帝插手了。因为神插手了。上帝插手在罪人的中间。神插手在罪人当中。上帝插手在死亡的中间。神插手在死亡当中。死亡变成复活。死亡变成复活，惊惶变成平安，惊恐变成平安。所以你若真有这款的信仰，所以我们真的有这个信仰，你会唔惊死亡？我们不怕死亡。包括今天有人要洗礼，包括今天有人要受洗。所以所有要洗礼的人，你要面对一项事。所有要受洗的人，你要面对一件事情。你要面对自己的死，要面对自己的死亡。我现在不会挂死，让旧的我死。我迄个旧的我的个性死，让老我的个性死。你当了后无够安尼讲，我的个性都安尼，我的习惯都安，无够迄人死。从今以后不可以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因为人在基督里面，他会死。因为人在基督里面，就要让他死。旧的我若死，新的我才有可能够活。旧的我死了，新的生命。因为人若在基督里面，就叫做新创造的人。因为人在基督里就是。
祈祷。上帝插手让死变成个活。神插手让死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已经信主是真久，还是虽然已经几啊冬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信多久了，你不知道你受洗多久了。你有常常的经验，这个服务的我死的经验无？你有没有常常经验到老我死的经验呢？还是讲洗礼以后就全放伊去，老的我还继续存在？可是受洗以后，你老我自然存在。洗礼以后，那么不断让自己死搁活。受洗以后，如果没有让自己死而复活。洗礼以后，那么自己的老的我过去，我不继续的活。受洗以后，如果让老我还是继续活着。耶稣到时会讲洗礼，我唔捌你。耶稣到时会说：“对不起，不认识你。”最歹的人离开我吧，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所以基督徒，咱是逐日拢一个经验，死搁复活，死搁活。所以基督徒是每天都在经验死而复活。今日咱要领受新的传道书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要领受新传道书的见证。阮做传道的人，一日干要传的，就是这个死搁复活的信仰。我们一天要传的就是死而复活的信仰。在上帝的手中，这个死跟复活是最无比的信仰。在神的手中，死而复活是美的无比的。这叫做好的消息。这个叫做好消息。这个叫做福音。这个叫福音。所以，阮别个传的不是咧传教，是咧传福音。我们不是传教，我们是在传福音。在基督内边，人要怎甲经验甲耶稣同死？在基督里面，人如何要有经验耶稣基督？跟耶稣同死，搁跟耶稣同搁活。耶稣基督同死，与耶稣基督同样复活。所以，等下在咧洗礼时，虽然水滴落去，干那几滴啊。虽然当等一下受洗的时候，虽然只有几滴水。那是一个心魔，是一个记号。那是一个象征，一个记号。那个水就是属灵的水。那水是属灵的水。已经在基督里面圣化，变作神圣的水。在祷告里面已经变成圣化。然后，咱吃着这个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给你洗礼，然后你的旧的我就受洗清，变作新创造的人。然后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，就把你受洗，然后你变成你新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，我的生命过去了。你洗礼以后，人变作新的创造。在受洗以后，变成新的创造。人洗礼以后，变作新的生命。人受洗以后，变成新的生命。你这个洗礼了后，人上帝帮助咱，把咱传往一个新的未来。在受洗以后，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向新的未来。死跟复活的信仰，把咱可能看见新的未来跟祝福。死而复活的信仰，让我们带向未来。你的目睭不搁伫咧看现在，你不只是看现在，现在也搁有真侪苦难。现在很多的苦难。你若要行过这个人生的危机，我要走过人生的道路。你袂使目睭伫咧看现在，你不能只看现在。你的目睭要看面顶，你要面对未来。你的目睭要看远远，要看远的地方。咱的信仰就是咧连接你的遥远的未来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连接遥远未来。这个信仰虽然过程要甲你。要带你经过现在看清看无地上的事，开始要带你看天顶的事。受洗的意义就是让你看不见现在的事，是要看未来天上的事情。所以你的过去你已经死了，说过去的你死了，未来你是活起来了，未来的你是活了，你已经活在一个定，你已经重新来过。已经重新来过，定心来过。你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一个真宝贵的是，让你有搁出来机会。在人生当中，给你一次很宝贝的机会。耶稣基督搁一摆，让你有机会。耶稣基督再一次让你有机会。无，你无搁受罪捆绑。你没有再受罪的捆绑。你无搁受一切这的冲突捆绑。你没有再受一切冲突的捆绑。你欢喜在搁活的新生命内面。让自己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人。你高兴在新生命当中，让自己完全成为自由的人。你重新跟上帝和好。你重新与神和好。跟那个生命的源头和好。与生命的源头和好。跟自己内心的世界和好。与自己内心世界和好。无搁常常活在自我的冲突的里面。没有常活在自我冲突的里面。然后你跟身边的人会当和好。然后跟身边的人都和好。边的人也够真侪问题。旁边的人还有很多问题，因为我家己嘛也阁有真侪问题。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才会当请你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才能够说你有问题。
我有问题才不能说你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问题才会当讲你有问题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如果讲你有问题，聊聊才会使讲你有问题。因为我自己有问题，我怎么可以说你有？所以常常话你冲突冤家人，反而一个真大的罪恶。所以常常我在冲突里面的人，就不再有罪恶。因为你家己问题聊聊，因为你自己问题很多。哎，你天天在扯别人，但是你一直找别人的，所以谁也不服谁，说谁也不服谁。啊，第二句新的激动的来宾。我们在新的基督里面，来转化上帝的心，转化哪？我们转化神的心。你在看见上帝啊？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一直在说我们是自己有罪的。上帝，我自己都不完全。神啊，我自己就不完全。所以我目睭前的人不完全。我眼前的人，我自己就不完全。所以我嘛不完全，我袂当讲你。所以我不完全，我不能说你。我只有对基督。我只能替他祷告。我只有将你交给上帝。我只能将他祷告。然后我把我自己画好，然后我把自己画好，我无受伊影响受侵，我没有受他影响，我不过用听来影响，我还要用爱来影响。这个是一个新的世界观，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。所以耶稣给咱就听上帝，所以耶稣给我们是要爱神，来听你自己，要爱人，爱听你身边的人，爱周围的人。这款的听的和爱的关系是，点进入是一个平静的世界。这种爱的和谐关系是进入一个平静的世界。啊，你要忍啊，你要受洗。你要受洗。还是你已经受洗了？还是你已经受洗完了？你已经领受这个信息。你已经领受这个讯息。你已经成为一个祭司中间的人。你是成为一个祭司的中间者。你不是一个躲到平的平信徒。你不是躺在平平的平信徒。做一个重新搁来过基督徒，唔是干那伫咧服人服务，是爱起来服务人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不是让人家服务，是要服务别人。每一个人爱创造你生命的价值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创造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。啊，来到伫教会，我问大家人拢在敲这，我会当做什么？所以我们进来教会，我们要寻找我能够服侍别人什么。主啊，我会当做什么？主，我能做什么？大家人目睭伫咧看，我会当做什么？每个人眼睛都在看。洗礼了的你，受洗后的你，啊！伫咧找，我要怎进入团体？多一个团体，当互我基督徒的生命更加丰富。我们要寻找哪一个团体适合？洗礼了的人，唔通家己活。受洗完后的人，不要只有自己活。一个火炭，家己提边啊，真紧就化去。火炭如果只有一个人，很容易就熄掉。爱个火炭，放伫我伫火炭堆的内面，你会共同伫咧烧着。那炭我们要放在一起才能够。丰富的生命袂对天顶家己落落来。丰富的生命不会自己掉下来。丰富的生命，你家己去敲锤去创造。丰富的生命要自己去寻找。教会有各种的团体在欢迎你。教会有各种团契在欢迎你。人人皆祭司。人人皆祭司。人人拢爱去找到一个所在服务。人人都要找到一个地方。人人重新爱去行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人人重新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因为你已经成为上帝国的使者。因为你成为神国的使者。你不是在宣告。你不是在宣教。你在传扬这个好消息。你在传扬好消息。我的生命重生了。我的生命重生了。在耶稣基督的厅里面，我跟上帝更好了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神和好了。我跟上帝关系良好，和谐良好，这么说，我跟我自己，我跟边的人关系嘛，变成更加好了。我跟神的关系好。跟我自己关系好，跟你的关系就好。所以你若对我行这条路，你的人生嘛重新来过。所以我们如果跟着神，我们的人生就重新来过。你只要你来当做出这个模式，你就是讲这些传福音的。只要你做出这个模式，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。这个叫做献身的生活。这个叫献身。上帝啊，你这么听我。神啊，你这么爱我。我要怎回应你的听？我要怎么回应你？我要献我的身躯。我献我的身体。我不论到底到位，我要为着你做工。无论到哪里，我要为你做工。这个叫做活活的做。这个叫活活。我要献我的时间。献我的时间。我的时间不是干那拢伫世界上，无世界用。我的时间不是让世界用。我的时间要服务需要的人。我的时间是要服务需要。我的时间要成为教会的一个协助者。我的时间要成为教会的协助者。我的金钱不是干那为着家己用，嘛要为着所有团队的事工来用。我的金钱不只是为自己用，也要为传福音的事工而用。上帝啊，我是你的。神啊，我是你。愿你成，让我成做，让人得到福气的平台。愿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要尊主最大。我要尊主伟大。我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个就是上帝听我。这个就是神爱我。
这个是爸爸妈妈疼我，就是爸爸妈妈。小朋友他们在讲爸爸疼我，我们要疼爸爸，这是一个回应的过程。小朋友说爸爱我，我如何回应他的爱？基督徒若知影讲上帝疼你，你要回应上帝的疼。基督徒如果知道神如何爱你，你要如何回应神？你我咱拢伫咧经历这个回应上帝的疼。我们常在经历如何回应神的爱。圣经内面拢伫咧讲耶稣的故事。圣经都在说耶稣基督的故事。耶稣的故事是达基耶稣讲的，达基耶稣做的，后来怎么变作故事？耶稣基督里面圣经记载是耶稣所行的事情，以后就变成故事。今天你我咱所讲的话，咱所做的代志，后摆变作你我咱的故事。今天你我所做的事，就变成你我的故事。所以新生命的人，你就去传。我们要传。生命改变了，要传到别人。生命改变以后，要传给别人。今天你的人生变作将来人的公理的故事。将来人家会说你的故事。咱有什么好能讲？我们有什么让人家说？咱们什么留什么给咱的子孙？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儿孙？咱们咱的生命经过了，上帝安怎看咱？我们生命经历过以后，神怎么看？圣经讲，你的你有结过几30、60、100无？神说你有结过30、60。还是你这粒种子，到尾可能为了你家己活那点？还是你这个种子只为你而活？咱三个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，我感谢你。神，我们感谢你。这么疼我。这么爱我们。上帝，我感谢你。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有新的盼望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我们有新的盼望。我在信的里面。让我们在信的里面。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死是一个新的盼望。死是一个新的盼望。死带另外一个新的世界。死带上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世界。死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重新过来。使让我们看到我们新生命。我感谢主耶稣的疼。我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我将今天这么丰富的日子摆在你的面前。我将今天这么丰盛的日子摆在你的面前。愿你得到我。愿你得到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